主料：白菜心500克，玉仔250克，沙白5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三片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玉仔去皮切开一分为二，姜去皮切块，白菜心折成小段洗净沥干，沙白清洗干净备用。包内加适量清水，投入玉仔和姜片，大火烧开后调小火，待玉仔煮至软熟后加入适量油，加入沙白煮至口全部张开，加入白菜心煮至软熟，用盐调味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玉仔最好选用个头不大的米玉，爽滑软糯，和小雨是完全不同的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